这个在中国大陆来讲，这个新冠病毒是无所不在的，它可能存在包装上，也可能存在车子上。所以说，他们我们看到一个图画，一个图，比如说他们在车子的保险杆上也检测出新冠病毒，那我就觉得说，我们也不知道，让我们觉得有点哭笑不得。但是这个我们不希望说这样子，用这种欲加之罪、何患无辞的方式来对待两岸的产业。我们希望说，如果对岸如果对于台湾的特产品有意见，他们就干脆就不要，就直接找出问题在哪里。我们这边的农民朋友们都很有诚意解决，尤其台湾已经实施采交履历了。实施采交与履历之后，到底哪一个农民所种出来的什么水果发生了什么问题，都追得到溯源。所以说，我们认为说这样子的方式，会比较好。如果只是说包装袋出现了什么病毒，或者说出现了什么样的禁药，坦白讲，这样子的方式泛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一颗水果或一条鱼打翻了所有整个产业，我相信不是很好。